有平安，有幸福。幸福就是珍惜所有，幸福就是卸下重担给上帝，因为他与我同行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教会增长，谢谢你让我们新增多位长职来为教会的事工帮助许多，令我们永福教会开辟经营关怀协会，连结社区服务，成为福音平台，使万事互相效力。祈求天父上帝赐福在每一个参与者的家庭，让每个家庭成为他们的祝福。今日透过谢宏宏老师带来好讯息，福音的大能成为我们在外邦结果的最大帮助。我们一起来共读主导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了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今天我们的圣经节记载在罗马书一章十三到十七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，要在你们中间得着果子，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，只是到如今你们有。无论是希利尼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，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着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愿神祝福他的话语。接下来我们讲到，我们要邀请谢宏文老师，他今天所要传讲的讯息是福音的大能。我们邀请谢老师。